经文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矣，所居佛刹，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。这四句非常重要，后面我们要学四十八愿，那么愿愿都是这四句观数啊，都在这个四句是四十八愿的总数啊，所以愿愿都是每一四十每一愿都具足啊这个四句，这个意思才能够圆满。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啊，我继续把下面念一念。具足者圆满也，周边罕色，无牵无语，故云具足啊。具足两个意两个字的意思非常的深广，它包容一切法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用四十八愿代表一切法啊，句句都是圆融无碍啊，所以古人具足，那么所具足的功德庄严，一切的都不可思议，超前历劫，勤见是。妄想分别之主，六道众生呢都有，只有轻重差别不同啊，超是超越，超越了情见，不但超越了六道，超越二尘，超越法身菩萨，啊，所以说，非思量分别之所知。我们把思量，思量是起心动念，分别之处，把这个东西统统放下。清净心现前，平等心现前，那非文字语言之所能表，所以不可思议。语言能不能说，说不出来，文字能不能把它形容出来，也无法做到，所以叫不可思议啊，不能够思，思是起心动念，不能够议，议是议论讲解，这真的。为什么思是生灭法？你看前念断了，后念又生，所以它不是真的啊，也就是思想不是真的。那议论就不必说了，议论当然也不是真的啊，把思议拿掉，真的就现前了。
我们面对着一切万法，是真妄合合在一起。那真不爱妄，妄呢也不爱真。啊，他们两个确确实实融在一起。那我们多次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啊，我们用这个工具。啊，虽然不同在一个教室。啊，在各个不同的地区，我们在同一时间在一起学习。啊，打开这个屏幕。屏幕真的，它上面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我们打开频道，影像出现了。啊，我们听到声音，看到啊画面。这个画面在哪里呢？画面就在屏幕上，屏幕是真的，画面是假的。啊，这做比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屏幕没有生命，画面有生命。啊，今天电视这个画面，啊，相当于我们过去看到的电影。啊，早年我们看到的电影，是每一秒钟24次的生命。啊，也就是一秒钟啊，镜头的开合开，画面生；关起来，画面就灭。啊，一秒钟24次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电视是数码，速度快了，一秒钟是100次的生命，啊，比以前快多了，所以非常逼真。啊，什么人能够在画面看到屏幕？屏幕看到画面，啊，这就是不思议境界的一个浓缩。啊，我们会看电视，也能开悟啊，也能成佛啊。啊，真的不可得。为什么？真的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清净心中不离一法，念佛法也没有。你看佛法，释迦牟尼佛、菩萨罗汉有形象啊，这形象怎么样？有生灭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现的是应化身，住在这个世间80年，有生有灭，有生老病死。啊，所说的这些佛法，这些经典，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文字记载的，这文字有生有灭，又何况世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在这个世间有正法有相法有魔法，总共12000千年。12000千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了，那完全毁灭了，生灭法了。生灭法是假的，啊，所以也不可得。啊，刹那生灭不可得，真的不生不灭，它里头没有现象，它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、精神现象，没有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通通不可得，真跟妄都不可得。
难道我们学佛学个什么呢？就是迷悟不一样，凡夫迷而不觉，佛菩萨、法身菩萨觉而不迷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我们学佛，希望我们回归到觉而不迷。啊，觉而不迷就是佛菩萨，就荣如常寂光了。啊，自性本能也是此地讲的具足无量清净庄严。清净是自性的，是本性的。我们今天完全变成染污，清净心不见了。学佛呢，要恢复清净心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清净里面包含着平等，也包含着觉悟。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，修什么就有这个，这三样都是本有的。啊，我们现在不是真的失掉了，迷失，它在，就在面前。啊，从来没丢失过。可是我们不知道，完全没有感觉到。啊，佛教我们把染污放下，清净平等觉就现前了。我们放下多少，这就功夫，你就恢复多少。这里分三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清净心，阿罗汉所证得的，啊，小乘尊者证得的。第二是平等心，菩萨所证得的，啊，最高的是佛跟法身大士所证。这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这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学佛就是希望得到这个，这是本有的。现在迷了，迷破了之后，他就现前。你就能证得，证得这个得大自在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